的意义，什么才是心中那粒星？伤心过日子，人生有几年，圆满予人安慰。疼惜的感情，温暖的声音，命运予咱有同款的心。孤单的暗暝，就是花一蕊，一片的云对风过，过到人生路尾。你敢有啥搁藏在心肝底？为了春夏秋冬，总有遗憾后悔。悄悄我陪你过，我愿做一只鸟仔陪你飞。你紧出来。好。啊，你帮我请阿母来一下。人要来娶，在外口等啊！阿母，这破帘，我爱你帮我挂起来。新娘请入车内，金银财宝马上来。Thank you.
你莫烦恼啦，我以后吼会常常回来陪你。你都已经看到我，怎会无甲我拍招呼？啊，就因为你是惊我无愿意甲你相认是？对啦，对啦。我要去台北，以后袂阁转来啊。你怎会要去遐尔远的所在？我有欠一寡钱啦，以后想要伫遐家己开一间咖啡厅。安尼足好个呢，恭喜你！多谢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，我要来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阿金，我叫做徐佩玲。徐小姐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有啦有啦，你要洗头当然有啊。来来来来来，阿妹啊，进来进来，甲孙娘扶者。阿妹啊，我看你敢若拢无烦无恼呢吼。啊，是要烦恼啥？啊，店的人吼是刚好学袂会啦，啊店阁无够人，我也是了够废气。阿妹啊，嗯，我看你目睭真水吼，查某囡仔爱水是应该啦，啊，不过吼爱水还爱水，啊，手艺嘛爱学会晓，啊，若讲爱水不爱学手艺吼，规日来我遐，逐天嘛有咧穿水水、装水水，袂输甲你大面青咧，啊？我看你这个红仔头吼，嗯，我甲你保证，唔免几年啦，老好厝帮你买几啊间，伊若较好运的吼，到时有钱当市长，哎呦，好半世人食穿免烦恼哦。唔免啦，我是直接洗头就好啊。啊？哼，你这查某囡仔吼，真唔捌代志呢，啊，白白要趁钱。啊，轻轻松松谈某嘛。哎、欸，头家娘，啊，最近咱拢无看到梦露啊，伊是走去倒啊？啊，梦露哦，啊，迄个叫家叫家啊啦。嗯，是安那讲？哼，少年时阵我咧敢若甲劝，伊拢唔听，等你人不是拢唔知啊啦。我著甲讲哦，讲哦，少年咧甲咧念条条哦，唔通讲袂记家己姓啥。咱若要做母小姐吼，就趁少年，钱赚起来较要紧啦。若到有岁时阵哦，嗯，想要坐台就哪顺咯。欸，我听讲嘞，讲伊伫公边仔条巷仔遐伫徛壁。哎呦，我听一个哦，这生活足艰苦的，唔敢啦。啊，莫讲莫讲，讲了我加伤心的。梦露安尼吼，真正是足可怜的啦。啊，是讲水娘啊，啊虽然梦露无做啊，你会当找较少年的啊，迄满满是啦。
啊，那阮阿妹哦，伊哦无在调啦。我呢啦吼，讲破病啦，爱经过阿无来上班安尼，我嘛足烦恼。三妹啊，以后你若要洗头，还是修整，家就来一间啦。遐边几啊间哦，拢靠装潢的，你唔好，这间手艺上佳好，啊？靠装潢哦，啊唔够同款。你讲什么五四三二啊？你要跟我假鬼假怪哦？我先跟你讲哦，你莫看讲你这么少年，查某人要老真紧的啦。啊，你应该无几岁吼？伊哦。比恁两个较少年啦。恁人看讲伊即摆结婚毋捌代志哦，这哦结婚嘛，原来是家己情遐共款啦，无情无义啦。哇，阿姊，我真袂咧。袂，袂是你讲的啦，袂，我看真济啊啦。还讲两济，我都开不到会。唉，要猜就你那哦，哼，无猜我哩遐尼疼，人家走无去，即几日间我叫足多人去找呢，吼、哦，迄几台人嘛，我变到都找无，都找无啦。无怪哦，无怪已经有一阵仔无看到伊啊，伊哦真有够苦的啦，无猜讲我过去哦遐尼疼，哦，伊哦。甲老婆，你知无？大生是甲我讲哦，伊人艰苦，一定爱叫医生看，伊做大动诶，我嘛生气啊！伊想讲哦，我咧信任伊，都听伊都会安尼，咪骗笑，看要咩倒，咩鸟屎敢要着甲呕出来？较大力啦！哦好。哦有影，静啊，我拜托你哦。假使讲你伫路个人看到伊，甲通知者，吼、哦，拜托啦。哦，好。坐呢，互伊偷食到即马，才全部洗好。你今日吼是头一天上班啦，慢慢仔你就会惯势啊。啊对啦，你等坐吼要拍个囡仔，要用夹仔夹互安哦，无到时吼风吹来是袂走的，知无？嗯，我知影。
家娘，老早。头家娘，老早。老早。头家娘，老早。老早。啊，这个囡仔是安怎？麦怎变形啊？变到这尔癫痴啊？看嘛，知伊吼是惊，互你石头路啦。上好是。有新妹仔来啊啦，家己知影哦，别个搁散散。你好滴，你若有当卫生条哦，都做你甲我讲，我帮你加强。阿珍姐，外口有一个人怪怪，一直咧甲咱看呢，唔知影伊咧看啥。你来坐啊，行啦。头家娘，梦露来啊。头家娘，我有钱，我要做头鬃。梦露啊，阿奶这久无看到你啦，做头鬃哦。先坐再讲，吼。先坐先坐，阿妹啊，倒一碗枸杞茶嘞。哦，好。来坐。阿娘，你来。嗯。孙娘啊，讲你怎嘛无伫遐做哎哟？啊，先洗头哈，莫想伤济，吼，来，阿妹啊，起来。电话放遮哦。伊的皮肤安尼一粒仔一粒仔破皮流汤，我唔敢洗。啊，你有闲吼，爱较常来，知影无？唉，嘛毋知是要叫伊搁再来，还是莫搁再来？人生哦。做事啦，蔡阿通啊。谁？阿爸。啊，最近较冷啦。嗯。这领被较厚，你摕去夹。
啊，伊有破一空，我家己甜甜补补的就好啊。啊，好啦。来，这里摕去。免啦，这放你遐啦。这是你的口子啊，你看内底有偌济。这几年来你迄阵来钱吼，我拢放伫这个口子啦。啊，等你以后结婚，这就是你的嫁妆吼。阿爸，我毋是有甲你讲过啊，你着看厝内底欠啥吼，着摕这去买啊。这是你认真拍拼摕回来钱呢，我是绝对袂用的啦。啊，之前阿爸吼，无都好啊，甲恁栽培。我总是要替你以后想啊。那安尼，我问你一件代志哦。钱赚愈多，敢真正会愈快乐？啊，你来问这种问题啊？我以前吼，本底是想讲，打拼赚钱，啊，赚愈多就会愈快乐。啊，不过吼，这几年看到足侪代志的。可好参详，毋是安尼。我真正予你问倒去，因为吼，我即世人毋捌好野过，我无法度回答你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对即摆开始哦，佮较拍拼、认真趁钱，吼，甲即个口子底要满，看都满出来无？啊，到迄个时阵哦，你再来甲我讲，你有快乐无？好不好？哦，阿爸。啊啊，这口罩吼是放你银行内底呢，哪有可能戴会满？好啦，阿爸，我被提好吼，就甲你退过啦。啊，你先去休困。好啦，好啦。这摆面敢会疼哈？我也知，我嘛无办过。阿静，等下我用换换你哦。无紧啦，我帮你出来。免啦，那有师傅，有师傅出钱的道理啦。你办就好，我不想要办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看，这骨溜的哦。你问看，紧紧，他幼毛拢办了了呢。哎，有呢。有吼。阿静，紧来换你啦。唔系啦，咱紧带阿玲吼来去老老实实啦，行啦。阿玲，不会卖后悔哦。等我一下啦。哦，足香的。嗯，好食了。啊对，阿玲，我甲你讲，你吼若是要买纱门去讲。行啊来啊，迄内底有一个干妈店，遐较俗。好，我知。哎、欸、对，啊你最近暗时上早拢无走出去？都讲咧，都阮男朋友因老母啊，知影讲我学功夫学四年啊，未出师，就叫伊莫跟我斗阵。哪安尼？啊你有出师无出师？甲恁两个人斗阵，这有啥物关系？嗯，就是讲啊，阿静你看，啊两个人斗阵，毋是争斗意还上重要吗？哎，我哪会问你啦？问你你嘛毋知吼。哎，迄人拢讲吼，少女情怀总是诗啦。啊，我看你。故意刚刚想要那升级尔，啊，就算趁钱也袂晓家己增节，大家拢穿甲安尼，嗯，哦，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？我穿安尼是外摆，嗯，外摆，哦，你真正是，我看到北京嘛是牛啦，无啊，你看你外分子啊，你就是大家拢穿甲敢那日本卡达路内底行出来的模特路，啊，唔才会当嫁有好样啦。我甲你讲啊，阮姊夫吼。一定不是敢那看到阮日子水啦，伊一定看到我日子足温柔的个性。嗯，你嘛是啦。阿静，我大概啊，若是看到我们姐穿新娘衫的相片，我会感觉足幸福的。嗯，
我颠倒吼，是伫想新娘衫穿了后，嘛是同款的生活。啊，你到底是毋是查囡仔？啊，相公查某囡仔一定要结婚。啊，敢讲即世人无别个代志会用做？无啊。啊，你若嫁人了后，你会使像头家娘安尼啊，家己开一间店嘛？你是讲你若是命较好，都免得辛苦啊？大家拢讲吼，查某人爱找靠山，爱结婚。啊，不过我家己讲啦，靠山吼，山会倒，靠家己较实在啦。啊，伫咱店内底看遐尼济啊，你搁唔知吗？为滴吼，我就是感觉查某人无一定爱结婚啦。嗯。哦，你莫咧教歹囡仔大细。哎呦。阿玲，莫听我白讲。拢听着啊啦。白给你，当我白给你。看这张啦，两个哦，啊你足新结婚的啦，甲伊细汉咧生做足共的啦。啊、真的呢，啊嘛有生到几乎啦。哼，啊迄是当然的呀，啊伊两个生，啊无感觉有生理哦。我你家在无生到我啦，无以后大汉哦会甲我同款细粒子。亲啊。迄间花店嘛吼有来呢，讲吼，迄市场内底迄卖粿迄间啊，因第二后生讲也未娶呢。啊，无娶就紧娶。啊，你有要去相看卖无？啊，无，我无要结婚啦。啊，你又搁咧讲梦噶？以后吼，若是上刀因囝安那拄安那吼，莫甲我讲啦，浪费时间啦。啊！你讲这是倒一国的话啊？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！迄少年的看对象哦，有应该加想法啦，互应该去注意就好啊啦。迄是讲要敬什么人，互因家己注意，毋是讲拢无爱敬，拢无爱嫁，互因家己注意的啊。好啦，再搁互因哦，慢慢想看卖啦，吼。亲啊，阿母问你，你几岁啊？我几岁哦？一、两、三。好啦，卖多算啊啦！你已经二三啦，足老的安尼。迄若好命的吼，你那是几啊个安尼？吼，即马时代无共款啊啦。啊，你搁伫遐替伊讲话，我也是已经足让步的安尼。啊，无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迄相亲的代志吼，你着去相相的啦。啊，非得也毋是爱你随嫁啊，对无？有好无歹啦。啊，这种无白害的代志吼，着去试看卖啦。啊，无敢讲你袂让恁阿爸直接继续去养妹哟。是谁咧甲你妹啊？啊，着你啊。啊，好啦，相就相啦，目睭嘛无比人较细蕊啊。就。王新王新是咧想啥？吼、哦，这人真正足无意思的。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啊，都袂假啊，真正足无意思的啦。迄相亲相完哦，连一句小借问都拢无啦，哪有人安尼啦？啊，咱青仔有去看就好啊，啊嘛是爱时间，互人考虑。啊，搁再讲，看看的嘛无输赢。拢已经一礼拜啊，对无？连拍招呼都拢无。啊！迄天啊，我经过因店啊，迄看到我眼神阁闪开呢，真正足无意思的嘛。啊对啦，啊青啊相亲相完，甲我讲啥？啊，都讲袂歹啊。袂歹，袂歹嘛是有一摆啊。袂用啊，我一定爱人无清楚，看要安怎吼，爱交代好啦。啊，前几天看你无要无紧，啊，即马才几天啊尔，你都袂等呢。
这关系到咱国家的民主啦，你知影无？嘿。爹，来看卖咧，今天要啥？你敢无要甲我讲？哦，啊，这风啊，你知啦吼、哦。你嘛真够地气咧吼！恁囝甲阮查某囝相亲相缘，到即嘛一句小小问都拢无，你真足无礼貌咧！看要安怎，唔着讲一声，莫安尼点字字嘛对无？啊，这件代志吼，你查某囝阮真笑咧。好啊，花姐爸，恁大大姐。阿爸，你今日来食遐尼紧啊？我是专工转来的，你要陪我食。恁两个人今日是安那啦？哪拢无爱吵我？查某囡仔人讲话唔通遐赖，以后谁敢娶你啦？我安那？你共讲啥物？你做事做几啊年，足忝的啊！结婚了后，都拢要住厝的，啥物代志都无想要做。我就知影迄袂过来甲恁斗啦。是人来甲咱斗的啦，是我爱找人的啦。煞用洗面。阿爸，安尼你的面有洗清气无？对，佮大拍啦凉啊你啊！相公一定问我讲，啥物一个月赚偌济钱？啊问，啥物袂用个问诶？西本就是爱互相了解啊。你吼、哦、真正是甲恁阿爸面子下了了。哦，原来我嘴内去下着阿爸面子哦。哦，啊你佫面皮安尼遮厚，佫好意思安尼讲？青个啊，你无介意啦，袂要紧啊。你唔通安尼共创治啦，阿爸，我无啦，啊我哪会知影你会走去问人啦？相叫伊迄天一直讲，非得迄天就是一直问我讲吼，我赚偌济钱啦，敢那好亲像我若是无赚钱，伊就无介意，哪有人安尼啦？像即款吼，卖嫁嘛好。啊，你佫讲安尼，非得你会当慢慢仔敬啦，就是袂用个无嫁。你唔通害恁大兄的囝以后娶无某。我有嫁无嫁，万一讲到恁孙阿明以后，恁伤牵拖啊啦！你想啦，厝内有一个无嫁的老姑婆，一定足歹伺候的啊！查某囡仔惊都惊死啊，谁会愿意嫁过来？我才袂咧。袂哦，那你是毋是等你以后老吼，头先挂一块牌啊，讲我足好伺候的？阿爸，敢有人安尼哟？你拄着就是安尼讲的啊。我才无。哼，你实在是吼。啊。好啦，我食一寡菜。袂枵啦，我咧气饱。你即届吼，真正是甲阿母气甲呛呛忝。哎，但是阿爸真正足厉害呢，伊大概吼拢会捏伫阿母生气的时阵，还佫去互伊笑出来。你莫想过客气哦，阿姊知影你迄头壳内底哦，迄想法也是特别多。但是讲到结婚，真正毋是你一个人，是两个人的代志。我知啦，我即摆责任担足大个呢，连阿明娶某的责任嘛伫我身躯顶，真忝。你知影无？前几工迄个阿庆嘛？你嘛熟悉啊，伊送肉饼来给我，即马连你都要来跟我讲谁嫁啊，谁娶啊？你先听我讲，阿庆有同我讲哦，讲有一个小爱的同学做水电的，叫做陈水山，还佫无对象，想讲吼要介绍你熟悉啦。阿姊，你是毋是四界去甲别人讲我无对象？你嘛好拜托一下，即款代志哦，佫需要我去奉上啊。即马厝边头尾。对姐，唔知你无对象，我有来讨一张相片来看，就这个啦，这个。
这是什么相片啦？根本就看无啊！不是啦，那是阿庆临时找无，啊，就有变到这张伊细汉时阵做的迄个相片。即马已经大汉啦，跟我两岁。阿姊，你嘛较正经诶，你真正当作无人要挃我哦？行啦，咱来去看伊即马穿做啥物款。你都袂好奇哦？啊好啦，看就看啦，我敢毋得惊？不好意思，这人未准备戏团，你是去帮人家去啊？惊啊？我安怎无？无啦。陈太太，你来啊？嘿，来这坐啦。陈太太，嘿，高早，哟，高早，高早。阿玲啊，你倒一杯茶给陈太太啉。来来，我来倒，你倒茶。阿金啊，好，你来服务坐，紧的哦。陈太太，嗯，啊对啦，我连咪吼，代志要出来去，今日我阿妹甲你服务，会用吗？好啊好啊，无要紧无要紧。哎，是讲你真难得出门嘞，啊你今仔穿这水是要倒位？伊今仔日吼要去相亲啦。相亲？无啦，就是吼爸母一个交代啦。嗯哼哼，什么给爸母交代？阿金啊，你安尼啥物拢赢阿妹啊？干那嫁人这件代志哦，你输伊舔舔，我是安样替你有够烦恼。可能是哦，阿晶哦，心目中迄个青草的哦，一直还袂出现啦。啊，毋得等啊，到即阵。好，陈太太，即摆唔管是穿啥物鞋啊，只要有对象就好啊啦。啊，好，你讲你到底，袂输阮阿晶哦，足唔得嘞。我也无安尼讲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小等的表现哦，是千万唔通走正的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也未来。莫紧张，我哪有紧张？哎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进来进来。阿庆，进来啦进来啦。阿庆，啊，毋是时间未到。哎，查甫本来就要先来等啊，人拢伫内底，进来啦。来，今日穿足水。哪有？来来来，伫遮啦，伫遮啦，进来。来来来，甲恁介绍啦，这位吼是男主角，东叔阿雄。来，先来讲，先来讲，好，先坐。来来，我甲恁介绍。新的，这位是月份啦，李子。啊，这位是小晶，今仔日的女主角。这位是水丹。哦，今仔日的男主角。水山现在在工厂上班啊，他是师傅哦。我伫工厂内底吼，是咧做一般诶电机、甲冷气诶保养、甲维修啦。啊，阮水山吼是阮这边诶带头诶哦，不但功夫厉害哦，脚手阁真马力。对啊，啊。一般的家用电哦，拢是食百以内。啊，若是工厂哦，就是食几啊几的。啊，佮有高压袂啊？迄高压袂哦，拢超过一千呢。多谢。啊，
啊，那迄一身迄吼，迄高压的，一定要去注意。有一道啊，我穿迄绝缘一点做型啊，哇，迄灯光照老呢，哎呦，听着迄吱吱啪的声音嘛，哦，对我好像后边咧闪过呢，哇，迄土家仔我有穿迄绝缘一点，迄若无穿哦，迄效果是不堪设想。你若搁较严重的哦，我即马有可能哦，就无多坐他们家。啊，来来来，为了今日难得的缘分哦，咱来干一杯啦！好，来，干啦！套新娘，你叫醉胎吼！讲实在啦，这个淡水山吼看起来是袂歹，但是敢若受过故意啊？啊，你感觉呢？嗯，看起来是足刁滴个啦，啊，毋过啊，毋是伫景步啊，看着会知哦。话紧，假使讲吼，你也感觉无适合，无吼，咱家去上其他。我唔爱啦，啊，拢听恁个话去相亲啊。即届吼嘛无随便讲话来啊，应该是应该给阿母一个交代。亲啊，你是真正想要做老高婆吼？阿姊，话毋是安尼讲的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相亲是一件足无意义的代志呢。啊，这头一摆见面，哪有可能互相了解啦？而且吼，结婚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呢，安尼想无险啊？你哪安尼讲？大家人拢嘛是安尼啊，阿爸母嘛是，阿我嘛是啊。袂啦，我若真正要结婚吼，我要家己去找对象。家己找对象？嗯。那遐尼侪年，你是交着谁？迄是我袂交，我若真正要交吼，拢摆到阿面去啊。好啊，你回去吼，上好当阿母的面头前安尼讲，摆到阿面去。哦，阿姊哦。你哦，真正是有够老。啊，是安怎啦？什么物件出问题啊？唔是啦，是脏啦。你表现了有够老。干咩？我感觉查某囡仔迄边哦，面相歪呢。面相？啊？啊，佮有迄女主角伢子哦，迄自头到尾安尼微微啊笑，安尼足客气的。佮有几若届哦，我看到迄女主角哦，足歹势安尼淡仔笑的。真正足神奇的，迄毋是感觉欣赏你咧笑，人是感觉你笑亏。啊？你无代无志，讲讲啥物高压电，佮讲啥物万不应若电着效果不堪设想，无人相信咧讲这个啦。人拢嘛是讲家己有外高，后摆外有前途，安毋则对。哦。我一直安尼甲你暗示哦，你佮毋知影通收煞。算了算了，你就当作吼，搁有一家经验好啊。啊，你昨昏甲我安尼安尼，我搁当作你叫我加讲看啊。我看吼，顶面讲要嫁一间厝，互你迄个吼，好久啊，古锥古锥啊，啊肥嫩啊肥嫩，你用考虑者。我咧甲你讲过啊，你都毋是咱交会起的啊。凊彩你啦，啊，嘿。啊，我感觉真正表现了这摆，不能去试看约古书真啊，啊若约会出来吼，实在随在你啦。哦，我知啦，对啊，我无甲你骗啦，甲你骗要创啊？嗯，对啦。真的啦，啊！就即阵我店咪较无闲啊，无放假。人要用伊出去行行，对啊。当然啊，人客当然是足多啊。嗯，无时间休困啊。高芬啊，我吼是头家娘啦，啊你哦尽量去约啦，啊若放假代志哦，我也来处理，有听无？嘿啊，我们只啊头家娘处理啊，吼你放心。啦，可以去啊。恁足奇怪呢。好啊！喂，阿姊，阿姊，挂断啊啦！
哎呦，啊，人对方就约你出去行行嘞，搁伫遐牵拖，敢那咱头家娘外刻薄嘞。嗯，即嘛是安那？做师傅啊，讲话无大无细。哇，哦，头家娘。你袂记得我今麦袂卡袂吼？袂卡袂，哎，下晡下咧，下晡下咧，下晡下咧。多多忙啦。我是真正这个月假吼，拢休煞啦。好啦，你就去嘛。对，我就去看卖一下啊。头家娘拢让你去约会，你就去啦。啊，好啦，行就行啦，虽然脚较短，若是要行吼，嘛是袂输人的啦。啊，不过头家娘，我也是要等店的休困吼，拢无闲煞，我才要来去哦。唉，好啦好啦，随在你啦，你若欢喜就好啊。我即马吼，卡着好过分啊。好，即马过来请。哦，头家你买啦，咱明仔载再卡。你边仔等啊，你边仔等。恭喜你啦，你就去嘛吼。好，准备好。好啦，哎呀，阿姨已经答应啊啦，你就去加油吼。好好，再见。啊，有闲再接转来哦哈。天边的云对风过，过到人生路尾，你敢有啥搁空在心肝底？过了春夏秋冬，总有遗憾后悔。我愿做一只鸟仔，陪你飞。心肝底，为了春夏秋冬，总有遗憾后悔。我愿做一只鸟仔陪你飞，我愿做一只鸟仔陪。